kucing biasa. Hargai keunikan mereka dengan resipi khas dari ayam. Okay, 今天我们就要去健身，然后因为我也听了应该有一个星期多两个星期没有健身，因为那时候带Sherry回家就回好几天，然后又在忙一些其他事情，所以我也接近两个星期这样子没有健身，所以今天很喘，今天又再回到了健身房。 OK， 现在我们就到了健身房，然后现在你们看到了我身后这一边就是我们平常会来的健身房，这边的那些器材啊，那些设备都非常的齐全，基本上全身上下每一块肌肉这边都会有一家专属训练那一块肌肉的机器，所以我们觉得这边真的是非常的赞啊。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这边是没有冷气的健身房哦，然后会比较容易流就比较容易出汗啊。 OK， 所以它这边基本上分为三个格，这一边是跑步机的玩哦，全部跑步机，所以这边是做cardio的，就是for 想要减肥的人是在这一边跑步，然后这一边是增重的，就是重训全部都在这一边，所有的重训在这边，然后这个部分是做肚子的，然后还有后面这一边的话是专门训练脚的地方，脚的。OK， 基本上就是这个环境啊，然后现在我要开始做重训了。我们今天要训练的部位是胸肌，所以我直接等训练完过后再继续拍啦，专心健身。OK， 我们现在来到了三位 Pyramid， 刚刚做完gym过后就回家冲个凉，然后我们现在就来三位这一边，我们是冲着海底捞过来的，对，没有错，我们这一次又是冲着海底捞来吃晚餐。然后我想要讲的是，我现在感觉是特别特别饿，也特别特别累，因为我已经隔了两个星期多没有去做重训了，所以今天回到健身房的时候，拿回那个重训的 KG， 我觉得有一点累啊，特别特别累，也特别没有力，所以现在一定要来好好的补充一下我们的体力。我们今天的成员有Dixon、小明，还有 Cherry 仔。啊，没有朋友啊，没有朋友啊，很惨哦。我们相依为命啊，来，相依为命。没有啦，因为 Benny 跟他女朋友今天还不得空，然后 Charles 的话，他今天就回他家跟他家人吃晚餐。来给你看一个，你看这个照片呢、啊，我们觉得啦，他们应该是很尴尬的，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全部站着这样子对上镜头，这是一个良好的示范。等一下我们进到去也要这样示范。是这样啊，可是拍照有点尴尬。我是觉得蛮尴尬的。而且他们应该是这边的那个什么shopping 的人来。顾客啊，就讲。对对对。好像又是哦，他们的样子看起来。OK， 我们现在在电梯里面，然后这个电梯只有四个格，这边那一个格不见掉了，跟我们看的照片不一样。可是我们还是跟着 SOP、啊。对，可是我们刚好还是四个人。等一下，我们关机了就乱乱来了。OK， 我们刚刚就去了海底捞那边，结果真的是不出我们所料，就是他已经哇，那个海底捞那边已经是没有位了，然后他已经是 last call 了，所以我们只能够空肚而回，也不讲空肚啦，至少不是空手啦，因为还有买了一片小蛋糕这样，然后我们的晚餐是还没有解决的啦，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去。我们巴生那边去吃另外一间也是火锅，对，我们去吃另外一间火锅，所以我们要看 Cherry 到底能不能在那个时间赶到。所以今天来讲我们势必要吃到火锅，不然我们誓不罢休。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凤凰府，这个是在我们家靠近这边，哈哈，我们势必要吃到火锅，所以我们还是圆梦了。哦 ，scan 一下先。OK， 汤料已经上座啦。哦，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所以等一下吃的画面我就不拍了，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安心的享受我们这个，讲啊，用了一两个小时折腾而换回来的一个晚餐。对。
来来回回，结果是空肚而回，所以这个晚餐是格外的珍惜。OK， 现在呢，我们这个 vlog 就是讲我们要讨论这个 office 的东西啊，就是这样。谁叫你开飞机来了？哈哈哈哈！没错，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进行讨论，因为我们明天我们约有三组装修的公司在我们 office 那边 meet， 然后一点一组，两点一组，三点一组。明天主要是要跟他们装修的人讨论我们想要的一些装修的概念，然后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所以现在我们就拿着我们office 的那个平面图，我们要大概画一下我们想要的概念是怎样，以方便明天跟那些装修师傅他们沟通。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概念图，哇，看起来很多张，好像很厉害这样哦。可是是这个啦，这个是我们的平面图。然后我们已经有大概画了一点。我们现在去这 office， 然后昨晚画的那个平面图，哇，像坐过山车。昨晚画的那个平面图在这边。然后我们今天约有三组装修的人，等一下一个分别是一点、两点还有三点，所以我们现在就去这 office 啊。路途中，那中版权吗？主要是没有。哎，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的公司 office 那边，然后装修的人也在这边，他们两个是装修师傅，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要沟通一下我们的概念图。在讨论着要怎样隔那个 office 的他们房间的那个尺寸啊。Benny 就会在那边，然后这个是 Ivan 在这边，然后过来一点呢就是小明的，所以他们现在在讨论着。跟他们谈了我们要的概念，然后现在我们在等着第二组的装修人员上来，所以我们又要再重复的跟他们讲多一次我们想要的那个概念是怎样的。然后第二组谈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第三组。啊，天哪，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吃到我的早餐。刚刚才讲还没有吃早餐，然后现在马上就来吃我的第一餐。没错，又是上次讲的那个 Maggi Goreng。因为我们刚刚谈第一组的时间已经谈迟了，我们是打算一点谈到两点，然后两点再见第二组，可是现在已经2:39，然后因为我们刚才那第一组那个谈迟了嘛，我们谈到2:30，所以现在我们就跟第二组的人的时间拖去3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空档的时间，就在 office 下面先吃这个上次有跟你们提起过的那个 Maggi Goreng。现在又回到来 office， 然后第二组的装修人员也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要继续跟他们讲我们的概念了。我们在这边。现在就是第二组的那个装修设计。嗯。我不懂，我这样子有拍到他们没有啊？因为我不熟悉这个相机。他们现在在讨论着
实我很热爱，我穿这一身。很闷啊，我在这边很闷。我又给不了什么意见哦，因为我不是很懂这些，所以由他们来专业的。现在这边他们在讨论的位置也是放工人工作、员工工作的地方，然后在想着那个 block 要放在哪里，所以他们现在在讨论着。现在就是在讨论那个盏灯要几盏灯放在这边。这个是不用的，这个我们自己会放窗帘的，就是这个我们这边隔起了隔一个房间嘛，我们这边自己放窗帘。那么这边呢，就是 storeroom 跟厨房，对。所以简单来讲，整个店呢，整个 office 呢 ，Ivan 这边 ，Danny 这边，他们的房间啊，然后这边是小明的，然后这边就可能放一些摆设的东西啦，然后这边可能是小客厅，对，然后到了这边呢。就是这个窗口这边就可能员工在这边咯，然后到后面这边就是 storeroom 厨房，对啊，就是这样啦，整个的概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现在在讨论着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门呢，就是进来 office 的地方。哎呀，这个是 lift 哦，这个门可能，不是可能，我们会换成是玻璃门。对，哎，我不懂我拍到吗？算了，来了，你给我剪掉。OK， 我觉得应该是七七八八了啦，讨论到。要剩，可以剩便宜点喽，便宜点，但是会比较快。Thank you. 你刚刚讲里面最贵的，你拿掉。哇，可以哦，买一个来放公司。哎，这个是摇钱树。摇钱树。哦，不错不错。